来，好，给大家。来，蒜里头的大块鳕鱼头刀，来，两百块来，鸳鸯虾饼你块后边吼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蒜里的下巴啦，这点的蒜里下巴包都有。来，两百块来。来，谁要吃的鳕鱼下巴？鳕鱼头刀来，给你两百块来。这样买一盘，等于吹，等于蒸，等于红烧，做好吃。来，两百块来，鳕鱼头刀来两百块，一人买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。来，蒜里头的两百块。 帅头哥两百块，帅头哥大爱无用啊！哎，来三个，爱照顾你。来两百块帅头哥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最后一个人，别拢准备了未？两百块无啊，帅头哥到此结束了。来两百块多少人哦？来大个啦。好，谢谢，安尼无啊。多多，歹势，帅头哥，你等下久。谢谢啦，我叫。你家己创业，你家己创业。好来。 来，阿姨，你鸳鸯虾饼来。来，阿鸡啊，我等下随便，一鸡足大只，做好只哦，二千几，来鸳鸯虾饼两个做的，来两百块来。这单片的哦，大块的哦，做好只啊，来三块，三粒，一块百二，两百块都，一块五，来两个人去吃，来大这边两块，哪里不啦？来，这头前买的，鸳鸯虾饼还够不啦？来给我啦！大块这边两块，我搁找看有一份大哦，大的。 你先找三百，大哥，阿哥等下过来找，鸳鸯虾饼去帮我找一下，鸳鸯虾饼。我知，我知，大。百个两样。两百两啊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搁叫找看过有无？是嘞，是嘞，已经目前找着安尼尔。来要食鸡的来，人参鸡来。来，我来讲哦，这三牌子的福来锅，这是大牌子哦。来，这只鸡进来卖三百三六五啊，来要吃三百块的。 今年鸡也足贵哈，尤其是全鸡哈，全鸡汤超贵的哈。来买两只特价599，两只靠特价。我到我美国，两只500了，500块来。人参鸡汤真正好食，500块。欸，我这是了钱，两只500了钱的。我你两只收济未？没啦，不会啦。 外公，两只五百足俗，但是爱买两只，最好最俗。我见我开放我大阿妹，买一只三百，甲款鱼啊无要紧。来两百五来，看怎样咧？来鸡肉来，鱼啊无来，你吃好爽快来。这两只。兄弟阿哥，我这龟身都干的，你好，你手也足酸。来两百五，一人一只，两只都没关系，这个鸡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这是福来锅做的，真的有品质的。 来，今日来，好嘞，这只鸡三百，卖卖伊啊，无要紧，不要紧，大家拢买，对不啦？来，人参鸡汤来，今日伊啊无，拢准备了未？人参鸡，来两百五，最后一只鸡，伊啊无拢总关了未？鸡啊，鸡吧，拢总换哦。来，好，谢谢，你等下找着迄个啥，找着迄个虾饼给我换嘿。来，有要食这鸡腿肉卷200块吗？200块，鸡腿肉卷多送，当别单做顾问歹势。 来鸡腿肉垫200块，鸡腿肉卷，鸡翅十块呀，鸡啊200块啦。来，六鸡有鱼啦，来鸡有鱼啦，来十鸡有鱼，200块啦，鸡腿肉卷。上面吃鸡腿肉卷200块，哎，嚯，你出库不看你啊呢？你走在办大呀？来，谢谢。来，这个钱装箱了。嘿嘿，当给起来，别忘记回收我开吧。鸡腿肉卷呐？空箱很重。 嗯，对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来，六月我存300都吃买200个，够有吃吼。无啊，来300块了。黑银咩？我不给你黑银。我要黑银了吼。来黑银买500块来真空虾仁，一包200块。一包卖250公克。无刷金啊，吼，而且这不甲你讲，拿啥物物件，这很白，刷金了后就很大，足水足足水的吼。来200片，400块，来300块了。 300块来真空虾仁，有人要差差面无？这只黑银，这电话我接你，你个怀念，你个怀念，你个来找我，免五百七百，200、300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包罗挂起的黑银，来200块，两箱的，两百块来，今日要吃黑银的200块，一包就200了，来200块来黑银200块，够人无买着无来，后边你上，了解了没来？来200块来黑银，200块，够人无买着无来，后边你上，了解了没来？来200块来黑银，来200块，今日无买着黑银，够快啊！
虾仁，虾仁，虾仁，来两百块虾仁，都拿到虾仁了没有？没有，两百块没有了。两百块拢有要了哦，两百，有，还有还有，哎，大爱心可以，大爱心可以，我下面几位？这一百可以啊，这一百再加一百，来一百给我。大爱心是尽量吹啊，哎，都有，同款有。哎，两百，我是黑粉。水哦，安尼嘛，你也很甜。哦，是安尼。这老公。机会没我啦。拢那点海鲜。太惊大。哎呀。来暖四川的，等下休息三分钟。这个来过来来。来，冷气要人要吃无？这款中秋面是对啊，人客足侪人无买着，无吃，捌吃着。一支行好六十块，内底有三支行好八百块。你卖用行的把冰，你千万甲八块用，真的用差的，唔免阁试啊。它的味道是三香的，非常好吃。来要吃三百块，六支二零超买三百，招姐妹来三百块，两支啊，来三百。我了解你这样变酒，来两百了。两百块来暖四川，两百块来超好吃的金钱，这三斤多少？两百块来，这不然的卖，这样的卖了钱，今天来两百块来。哇塞，我暖四川了钱的卖啊，你可以差一分钟，哎，差不多。有我过了钱啊，来两百了，今天卖了，拢是要吃来两百块来，四百块哩，两百块来暖四川，一个加六斤，等于真等于哈。七百块来，刚要人打个七价，现在七百块。七百块啊，这边菜北七百，东边北七百，怕拍啊，是要小两百块。七百块我便宜点得啊。是三香暖四川，真的是好东西。来一百块得啊。通通来了吗？是三香的暖四川，来一百块。这边我便宜点得啊，真的要不？我呀，我的最便宜。啊，这个是最近的哦，几个卖？来，别吃馅饼来。一百两块啊，好好吃嘛。来，我们吃鲍鱼沙拉，来开三包，来两包过来。一包八块，两包来三包，两包都。鲍鱼沙拉够好，两片。一包可以的，来两包。两片都鲍鱼沙拉，两百块来。我跟他对账，我给他白菜。鲍鱼沙拉没有过来没有？鲍鱼沙拉，因为鲍鱼沙拉都贵。来煎饺了，别吃不？锅贴了。一包哦，两斤二，两斤一，一千四百块，七包便宜啊，我讲。两包火腿，等你蒸出三十点钟飘扬，来两包大块，来包火腿啦，较济人买啦，我一个捧场的，袂过瘾，来包火腿，煎饺我来，一百五来，一人一包，真正好食啊，来包火腿，锅贴，一包一百五而已，来这有四五十粒袂呢，你一包四五十粒，我袂你包火腿，我袂人两包买买，我袂包，包火腿大家买着，一颗抵两颗啦，全部拿来，哇，好不好？我讲完了，来，给你包哦，存两包两锅贴，通通买到了。红豆汤啊，包一百五都免费。红豆汤，谢谢。阿姐，我们有红豆汤啊。来，讲完来，蛤蟆来，讲完两包过来，两百块，两个人加买，讲完来两百块，两包，我讲完无啊？没有萝卜糕。来，你两个买买都，讲完来两包过来，真正好吃来讲。来两百块，两个客人而已，小姐一份。来，安尼最好姐人给两百块。来两百，最好姐人给共还两百。最姐人给两，一两块。哦，谢谢。红豆汤底家啦。萝卜糕，你要买萝卜糕，你爱先买红豆汤嘿，不一定红豆汤来，你配萝卜糕多好。来，有要吃的啊？一包糕十包块。但是我爱讲，这轻松公交啊，了钱帮伊卖。跟上面没有关系。帮他卖卖，为什么？因为12月8号、12月9号就到了。哦，就等于这两天你要赶快把它吃一吃了，中和起来。那个你要加热吃，你要冰冰的吃都很好吃。重点来了，它不用冰，它是常温包。啊，你要冰的话，你也可以冰箱冰起来，凉凉啊，做好啉。啊，你也要吃烧的，你来调温得了，热水加热可以当吃。来两包八号的，幺幺的，他来。紫米红豆汤这个不便宜，人卖一包到到直接卖价，你敢那吃只 Hello Kitty 得爱带一百块呀？那个有授权。两包八块来，一百块来，我的七只紫米红豆汤。再送。大哥你好呀，就姐妹我再送一包，你靠一下个料是，来一包都100块。等，来一包都100块，三包哦，你一百块来。来，真的好吃，我是要赶快邀请别人光临，来一包过来。紫米红豆汤来，100块来，不贵啦，给贝贝啦，今年交料哩。多交，来红豆汤700块来。要加。干嘛喝这样？一包90块。人家99块呢，人家一包就要99。弄这一包90块，我来一盒来你呀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
啊，一百三无关键。我吃，我吃。啊，一百好啦，啊，紫米红豆汤，这龙凯哥啊，你是跟谁啊？我吃长江的。我包你啊。来，一百六，来一百块来。包大包小，包一百，一千块钱。来，一百过来。一百块紫米红豆汤都拿到了哈。哎，你哪有爱吃？有想的，咱加买两份啊，加买两份啊，真正好吃。来，一百块俩，紫米红豆汤都有了哈。这你有买着无啊？都好吃。但是我来讲，啊，这条桥大部分都买着这个物件啊。啊，你买着无啊？来，蛤蟆都还买一百，哎，蚵仔蚵仔还行哦，都正安等蚵仔。来，两包两包百块，下尾让你大家小家庭、大家庭拢有蚵仔吃。来，免两包，免百块。天气冷冷啊，补一下身体，一百块完了，一百块来，要吃蚵仔两包，一百块得来，紧嘞，走啊，来蚵仔一百块来，来蚵仔一百块来，来一百块紧嘞，来蚵子蚵子一百块来，蚵子一百块来，紧嘞紧嘞，要吃蚵仔一百块来，一百块蚵仔啊，来一百块来，蚵仔要一百来，够啦，无买着蚵仔哦，来紧嘞，一百块而已。你我家没有要买蚵。来蚵子一百块，来够啥无给着蚵仔来一百。安尼拢有啊，阿七啊，来这个，来开始，来德丰德，好啊，拢发了哦。下午新打港吗？下午新打港，下午新打港，下午新打港。来加九分，搞快快来。你钱有多少？要三百。来。等下要加九分，你茫走，遐九分搞快快，小可你买买。来回去啊，开三百五百，要来两百块啊。花出来两百块，来三个客人吃，来回去啊，来两百块。今天要吃回去啊，来，你们三个客人而已哦，动作快一点哦，来，回去啊，两百块来。只有三个客人买得到哈，谢谢你们，来回去啊，两百块来。来两百块回去啊。来三个人给两百块。来，不买就回去啊，今天来两百块来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猪八戒啊！来龙王哈！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姐九班个变变来，上面吃九班嘞。来一千块来，好班这条好班真无俗，了了你有大买无？来招一个人给吃来一千块哦。来龙王班有人要煮无？来一千块，夭寿后遐大只，安尼要变？我嘛是我做阿命，来想要吃一千蚊紧嘞，来一千块我都。你要来？你要整笑诶，你要来？要陪吹诶哦。要来吹哦。两只一千伤贵，我讲这两只拢七八块诶本钱啊，你有要吃无？咯，九百，来一千块。一个要倒，来两个人去吃，来一千块，三百互你来，用好板来一千块我倒，三百千了钱。来，真正有想要吃钱，你莫紧嘞啊，莫同齐啊，黄金上万块块的，你搁买袂着啊？哇塞，哇塞！来，三位客人而已哦，钱拿快一点，尽量快一点哦，免一千，两百袂，七百五袂，七百，来五百了，五百块来，三个人给你啊，用五百来，五百块来，来赶快动作快哦，小来五百块，好，来五百块来。来阿姐，阿大姐来，我把块找你来这边。来五百块，最阿姐。我把，我把块来春节让给你婆啦。这我把块别丢了，太公啊。来我把块，这在那边吃好饭了。我这边吃蒜泥，来我把弄完哈。蒜泥我找块块来，边找啊找料。来蒜泥买五百，买四百，这较细点，但是拢无多坑哦。哦，虽然无大块啦，但是。都无卡，爱卡报小块，咱去左边我上来，免五百四百来三百块，我直接互你免等啊，来三百块来三条四条你五条，来六条你来三百，超前面都少于三百块，你个唔会啊？系啊，好，算你出价咧哦。喂，超前得钱来三百块来，这个了钱都未使，你紧咧啊，紧等钱啊，我既然客开就学袂好运啊，无变个准备想啊。要恁欢喜啊！来招头一个人，给金钱来三百块给我。三百。赶快拿钱！哎，我肚子饿了。来三百块。来了吗？还没来，我也是肚子饿了。来三百块。来小姐好，谢谢。等一下你们很操心。来三百，阿哥在看。来又给我。来阿婆上场了嘛？来三百块，这加刷你。来三百块来。
来三百，有人要吃蒜鱼的紧的哦。无啊，这两三十五个人进来，来300块来，300块进对了，来买买啊。来前面。来大一杯来，紧的，来300块，来鳕鱼最后三位了，来300块，有啦，你也要大点，我搞大点，等我先买来300，最后三位统统买到了鳕鱼，鳕鱼300，5 4 3 2 1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大你来来，等来。来谁？等来啦。你来。啊，小姐买中，再买一份会不会太多？我买几分来收这边？每次那个人来啊。哪边去三包啊？快！你两个到，我袂瘾买啊。无啊，你唔食蒜你的无啊？来，拢我把你两边买一半，来300块。来，你两个人别搞买买啦，来300块。太多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今天看笑脸呐。大你没有？过来，要。真的有买才有啦，我是不收了，我才会这样。来。姐不要，啊，没关系，不勉强。这我请假是要请，不要关嘴。等一下他扛起来就没机会来捞鱼，500块来结了，给妹子。捞鱼要三倍价来捞鱼，七阿婆三倍新吧，来三吧，给妹子300块没有鲈鱼了，一只剩下100块，我他妈讲捞鱼嘛，啊，我们要三倍300块两个，来加黑啊，他不服嘞。来三八路，鲑鱼油，鲑鱼油，来呀，这两个一盘三八，开三八，开一啊，别一啊，无来200块了，200块来，来下200块来，姐姐来，谢谢，而且还别黑啊，我无咧别两百，你要别存一盘了，了了呀，来妹妹要3盘哦，谢谢妹妹的真好，我来给你来，还别200，最后两个也好，无啊无黑啊，来200块来。来200，最后两位海白虾200块，拢中华呗。你要吃虾啊，进来呗，全只200块。我慢个收台啊，来黄鱼来。来黄鱼呗，1000开900呗。来黄鱼，搞料料的。来谁要鲑鱼的？来买1800，两个客人买500块啊。鲑鱼去吧，包不？包谁包？来500块来。来三条，来招姐妹鲑鱼500。谁刚才说鲑鱼？来，这条搁开船，来四，来五条恁啊，两个人加买买来鲑鱼，500块来，赶快。来后面还有一个。台中大哥要啊。台中大哥。哦，台中大哥来，快点啦。你今天真正为台中了啊？啊，你干嘛要包这个啊？对啦，找七八一千五，中央会。没有来100块，我在旁边的。来，来，有要吃黄鱼来500块来。黄鱼买500，黄鱼，有人要吃黄鱼不？来500块来，有没有爱吃黄鱼？要结束了哈，来黄鱼500，黄鱼500，那有人要吃黄鱼，都不然要紧张，都吃了了。你选什么心思呀？我看。刘大哥，那个金锁啦。你看都这金锁都碎。哎呀，就碎了。来黄鱼500，没人去抢我。这只黄鱼很漂亮。有没有想吃黄鱼的？500块，500。罗勒，罗勒而已。来500都。黄鱼金波小白300块。来，你两个妹妹来，500块来。两个人给妹都，500块黄鱼4条给你，来抓一杯来，最后一个啦，还要几杯？几杯200块的问题呗，才4杯，500块最后一个人给黄鱼，又好吃又好看，500块存一份。没人买啊，没人买，我们收个好黄鱼，500块多了啦吼，谢谢。来，我爱你啦，我爱你，来，好不好？蛤蟆要套钱，好啦，啊，你那吃我蛤蟆就优先啦。来，要吃蛤蟆200，别，来，我让给你来，我四个人给你来700块完，100块来，来蛤蟆要100块，经验值，经验值，蛤蟆700块来。来1、2、3、4个客人吃的，来100块来。结果。来，都讲我没有鸡啊，好，我给那全鸡，我给那全鸡，来鸡个量。2个。来700块的，好吗？100块。
没有去抓，没有。哦，在我的面前呢，还有啦。来，蛤蟆七八块够了，不讲蛤蟆不重要，阿弟蛤蟆都得要啦。来，蛤蟆七八弄完哈，蛤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福来锅的人参鸡，到那边讲人参炖土鸡，抽奖，去讲三包，来三包好了，三百块了，一人一只鸡，三百块，三包，三包，三包，那边讲人情给不？哎，张勇小姐这样子，来多少钱？福来锅人参炖土鸡汤，哎，现在鸡很贵呢，今年的鸡涨价涨得要命呢，来三包，上面讲去讲，哇六。我跟他们走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来两百五就好了。人参鸡汤来，两百五十块袂当吃。来，你别黑啊啦，黑两百块了。来，你别贵哦，几块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，还白啊，我话话今年啊，哎呀，来黑啊，两百块来，来掏钱起来，来两百最好结了。你这个的，都会两百块没有虾子的，两百块，哇哦。我是八号，你八号五啊呢？来，我们讲给推牌来，这有五鸡，这不是辣的，这是塔香口味的高蛋奶，都趴毛。来，我们起来，一包八粒，两包三二来，三百块都，三百块来，我们没讲给推不？塔香的没三百，来两百块来啦，十几欧零啦，两百块都来，塔香鸡腿牌，怎样吗？真的好吃哦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两块了。就五谷的，五谷的，还腌好了，塔香口味非常好吃。来，等大风最好吃了，前面一样。塔香鸡腿排不会辣。哎，我跳讲三八，大里面两片五八，这边也是。来，塔香等大风够了，没塔香鸡腿排吧？来，两百块都有了哈。来，等大风来，加啦加啦，你们吹啊！来，等大风来，我跳讲包起来哦。你两片啊，五八够了，那我换几个来。我跳讲两盒装起来。那我还有吗？有，来这里两百块拢装备了，塔香鸡腿排，来两百块，来结要来，一包有五只啊，两包有十只啊吼，来两百块塔香鸡腿排，最好两个人给两份啊，来鸡腿排两百，拢装备有啊未？鸡腿排，有啊吼，来两百块好，谢谢。哎，永隆五安，你看现在五安了哈，通通五安啊。来，你吃龙虾就翻过一头来。来开始千八百元一公斤起啊！无，现在恁一包，你要吃五百块嘞，五百块，卖一包送你一包，两公斤哦你，来五百块就好了。我真正变恁作秀的，恁两包五百元做啥啊？来这样，给一包等于空分，猪皮、乌丝、猪皮、手巴、竹签啊，一样哦。来两百块来，过一头来，一公斤卖你两百就好了。我卖货啊，了钱卖卖啊，来两百块，两打九分过一头，来两百块嘞。做两个假两大嘛，来两大包。大家吗？啊，有啊，台湾小姐跟这样变的，来两大包，来最好两包，一公斤卖四百块，我卖两百的，过一头两大，来两大拢装备了吼，那个了吗？这两个价格拢卖过两包啦，那价格卖一包七块买来两大包来，最后一包了，来两大九百过一头拢装备完吼。我跳奖不多，你买卖两爱哦，我来给两二大，我跳奖大哥。还是大，你不搞问我，在那边哎。